就让看一下这个。
我们在这边哦，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斗六市卫生所护理师林凤玲护理师哈，谢谢哈，张香哈，出来就是最近吼，伊拢讲的就是诈骗就多的嘛，吼，啊，这几块高中交通的问题，所以这次我们站长也是有请那个我们的怎么讲，我们斗六分局的侦查队哈，苏巡官以及我们的陈警员哈，啊，叫陈警员是总的负责交通的，我们请吼这两位。
菜来了。时间就是
象哦，基本上都做 PK 的来，包括全球健康活动，阿美在旁边在研究哦，研究一下人家是三万人哦，好，第二项当然。
一二三，然后一二三来，我记得要躲。